开车啊。啊。来，帮我去找葫芦呗。马上我把联系了。哇，这是栀子花哎。不是，这是栀子花嫁接的。哎，妹。把我那些院子越整越漂亮噻，是吧？来来来来。哇，这是啥子？这是月季花吗？月季花，好像。我在包头。啊。这花花好久。啊！我这要去啊，黄家寨二十六环金交。这五颜六色的花好漂亮哦。把那燕子越整越漂亮。嗯。这背的都是雀儿秧秧。雀那个雀子秧秧跟西红柿。番茄。空心菜。空心菜苗苗。哥，你这些花在哪儿呢？到处在呀，只要有缝缝的地方都要栽起。不能，你要看到好看，要设计哈。这些地方栽几盆月季，然后有些地方卡着栽点其他颜色的卡进去噻。哦，好嘛。接着叫厨子，厨子来开始干。填了泥巴下去。不，来，不放下去，要高点嘞。好，填泥巴。好像是越鲜艳的花朵越吃人，是呗？嗯，哎，好香哦，这来来带动，这我妹子好香。妈呀，把你都给包满了。这些花用点水，它才能够茁壮成长。哥，我跟你说，咋的？我觉得你还是可以给这个院子起个名字，然后。怎么排便的嘞？正儿八经的啊！你给我整排便了？不是，就是你给你的这我们这个小院取个名字噻。乖乖的后院，起不起火嘛？哈哈哈！哪敢起啥子名字？哎呀！哎，以后哪个要来，就是哪晓得这里是有名字的，晓得不？叫啥子名字？想哈嘛，想一下，大家也可以提下意见噻。取个好听点的名字，很洋气的名字。叫 Good Morning。Good Afternoon。Good Evening。啥子意思？啊？你还会英语啊？看不出来哦。这园子真的好漂亮哦，哥。嗯，这花越栽越多了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儿，喜欢的记得给我点个赞哦，喜欢记得来刷儿，哦，记得来刷儿，哦，记得来刷儿。